鬼城里面都有啥，今天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我现在在丰都鬼城，我已经进来了，票价是90元。刚一进来就看到这个鬼麻将，里面跟那种公园差不多啊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就是紧张感。既然这里是鬼城，肯定就有着不同寻常的建筑和寓意深远的故事。果不其然，一上来就看到这个壁画，就好特别。你看，看这壁画，啊，这边也是。我从那下面一路走上来都没有看到其他游客，现在应该又是淡季了。我记得关于鬼魂这一方面的是小时候看那个电视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啊，里面就有黑白无常，还有那个阎王殿。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情节，就是许仙被白素贞给吓死了，吓死了，然后就有黑白无常去抓许仙的那个鬼魂去奈何桥，准备去见阎王，然后又被白素贞给救回去了。当时就觉得还是挺恐怖，原来人死了，他的魂还可以在阴曹地府。同样的，就是那种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突然想到一句话，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就是说死了也未必真的解脱了，死了还是在阴间也会受到一些刑罚的，就是坏事做多了就是这样。现在我接着往上面走，看我这一路都没有看到其他游客，所以我要边说话边走，给自己壮壮胆啊。上面又看到，这一路上来就跟那种普通的寺庙差不多，就有这种步道，然后走一段路就有一个庙子似的。对，才在这里报恩殿，你看上面还有财神殿、奈何桥，哇，还有这么多，鬼门关、黄泉路、望乡台，哇，越到上面越紧张了，接着上吧。看看鬼门关是什么样子，我今天去看看鬼门关、18层地狱、奈何桥、阎王殿，看看跟电视剧里面的有啥不一样。啊，这上面看到游客了，饿着就可能到那个雪河池里面受罪。这怎么走啊？好像说的是要单着走，算了，我就不走这奈何桥了。啊，景区就这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个就是孟婆汤，就是说的人死了之后啊，他的鬼魂要过奈何桥，然后过了奈何桥就要开始喝这个孟婆汤，就可以忘掉前世的一切。但听说也有不想喝这个孟婆汤的，就是在来生的时候身上就有印记，什么酒窝、脖子后面有痣，还有胎记，这样就可以在下辈子再找到前生的爱人。我是没有酒窝跟胎记，但是我脖子后面有颗痣，还要受很多苦，千年才能轮回。喝了孟婆汤呢，就可能就直接可以轮回了。重感情的人太难了，重情重义的人太难了，千年轮回还要受苦，这只是一个传说啊，但未必是真实的啊。鬼门关就在上面，已经过了奈何桥了之后，
就要开始破鬼门关去见阎王啦。前方就是鬼门关了，但去鬼门关的路上还有这些，你看，妈，每一个雕塑看着挺吓人的。哦，这叫食肉鬼。这叫酒鬼，你看这酒鬼的肚子被游客摸成这样了，摸一下酒量就会大增。哇，这就是鬼门关。鬼门关过了，前面就是黄泉路了。黄泉路也称为通往阴曹地府的必经之路，走吧。这么多游客，我现在所走的就已经是黄泉路了，听说黄泉路是不能回头的。多行善事，以孝为先，与人为善，不做恶事。我从景区门口一直走到这里啊，经过了奈何桥、鬼门关、黄泉路，反正一路上都是说的是善事，善事，别做恶事啊。确实，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尽量做善事。你看那里有人让我买香去拜阎王爷，我去问一下，拜阎王爷有什么好处啊？阎王爷在全家老小增福添寿，保平安。保平安的。哎，他在他面前升官发财，他不管。他为什么？他不管你升官不升官，发财不发财，他不管，管不着。他是管人的生命大权，生和死。阎王爷管生死。是本来就是啊，为什么噻？就是那个来源了嘛。全世界都晓得了，他是干啥子了？他的手下办案办错了，在奈何桥鬼门关上的时候，他要检验是不是，不是要放他回去。又何时呢？在鬼门关奈何桥上来了，他有人手下请他来的时候，判案子办错了，他来检验噻。如果说抓错了，又放他回去。哦，又放着回去还可以活。哎，是噻。哦，就像那种有的人生大病，然后一直躺在床上，就一直有呼吸，但是也没活过来。哎，然后阎王爷见了他能活，然后又活了。还有人这种嘛，失去三天还得作业，有些作业他不忙就翘起来了。就人死了，家人把他放在棺材里面，然后第二天他又活过来了。他又活过来了，有这种问题。就是他手下的案子办错的，但阎王爷不是，他来公平公正，莫能诬赖他，他的七成没有到，就是说啊，
就又放他回去，就是他的死期没到。哎，对，阎王爷就说要你三天死，谁人留在无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阎王爷他管的是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么回事。拜拜阎王爷就可以长多活一点。哎，一家不是一家老小平安健康，嗯，真的真的真的好吗？政府牵手。平安箱这个，哎，这个要30啊？嗯，最低是10块，那个是公愿意哈。就拿一个这个吧。哎，那个是公哎，要的。一家人烧一炷香就可以吧？三个。30块，好吧。哎、没得门票，没车费也来不到，想拜一下阎王爷了，是不是啊、哦？是吧？哦，这个是中国唯一的鬼城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全世界呀。全世界唯一的。你看嘛，那边来看嘛，望乡台，韩国、英国。那望乡台你来看嘛，那韩国、英国，然后那些都不，哎呦，都要来百年归天，他都要来回顾了。阎王是总王，烧香瓶子烧哈，烧香瓶子烧，一家老小平安健康。哦，瓶子烧就叫平安健康。对对，他尊对阎王爷尊重。哦，那是天意，晓你晓得吧？就天子殿里面就阎王爷是吧？哎，对对，天子嘛，哪个是天子？哦、一般也皇帝他就称为天子，是不是？哦，阴天子。哦，他是阴天子。是啊，是阴天子。你相信有鬼吗？阳间的人一般是看不到的，运气不好的他看到，但是看得到了，如果你给的人暗恋的运气也不好，就是个意思，懂吗？哦，看得到就不好了。是本来是噻，生死轮回。想不想去感受一下生死轮回这个体验馆？不想感受的就别往下看我这个视频了，我去感受一下。